抢走了，靠近。对你不利。来来来，我是有严明压力。素食店门口男子吵起来，讲话好大声，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？不是在想吼，在拍电话。你好，好，好，来这样点。我拄好你，刚刚我坐下来。我是甲讲。你想喝有这个高品？原来是因为这名男子疑似排队买素食时，结果不耐等候凶店员，让民众看不下去了，反呛下回去。咱警察来走，过来。派到海关，海关都唔敢咩啊？人店还是应该要派的。两边就在店门口大吵，最后报警处理。我一家咧等，啊，伊咧派店员，我讲唔免人在现点现做，店员个也回去咧，啊，拄啊好就好啊咧。事情就发生在高雄古山区，11号晚上8点多，男子排队买素食时，结果却因为要赶搭船，催促店家，频频抱怨，还疑似凶店员，引起其他顾客不满，向前理论，而爆发口角争执。两人因此起口角纠纷。无肢体冲突，双方表示暂不提告诉。排队买素食，却因为赶着要搭船凶店员吗？其他顾客看不下去反呛，在店家门口吵起来，还好没有酿成更大冲突，但刁难店员或是吵架比大声，恐怕事情也没有办法解决。记者高雄采访报道。